Hello， 大家好啊！又翻到嚟10:30嘅早市分析啦。今日咧就系我 Thomas 咧嚟同大家做个主持啦。咁今日咧就见到个恒指方面咧跌翻400多点啦。咁我哋睇翻啲外围因素啦，或者综合翻本身个市场上面嘅因素都见到咧，其实恒生指数都暂时未有咩特别好利好嘅消息啦。咁上个礼拜系有反弹过啲嘅，咁但系其实都。譬如好似一啲新科技股啦，咁咪你個恆指你要升嘅話，你都要起碼啲新科技股都要即係升翻啲啦。咁譬如見到騰訊啊、美團咁樣咧，就上個禮拜係補翻差唔多補翻個裂口啦，咁但係好快就跌翻落嚟。咁今日咧再出咗啲消息咧，其實都係比較利淡翻成個嘅新經濟股啊。咁講咗呢一個新聞之講呢個新聞先啦。咁佢就講緊咧，其實中央方面都約談咗啲新經濟嘅股啦，咁例如係3690啦。阿里巴巴咁樣啦，咁其實佢哋約談佢又傾啲乜嘢咧？上個禮拜其實已經傾咗話，可能係遊戲，即係手機遊戲、網絡遊戲方面有個監管啦。要今次咧，佢就再講翻個勞工權益呢個問題。其實勞工權益呢個問題咧，不嬲都係比較困擾住3690嘅。我睇翻3690今日跌幾多先？今日跌差唔多5% 嘅。咁而家3690咧，點解會即係咁驚嗰個勞工權益呢？因為3690嚟送貨噶嘛，送外賣噶嘛。咁嗰啲電單車手咧，如果你真係好似當佢哋係正式員工咁樣去做啊，幫你買保險啊、啲勞保啊咁樣嘅話，其實對於佢哋支出嚟講都相當之大嘅，即係3690嚟講。咁而3690咧本身佢嗰個都係啱先賺錢啫，同埋佢嗰個 profit margin 咧唔算太高啊。你而家咧佢啱先開始賺錢嘅時候，又開始整個咁嘅監管出嚟啦。即係其實佢又未真係好啊 solid 咁樣講出嚟話你要去。正正式式點樣去做，點樣落實啲乜嘢嘅？咁但係而家市場上面都開始估緊，就話如果即可能開始計定數咯，即係如果真係當呢班電單車手係一個正式嘅員工嘅話，要俾翻一啲勞工酬薪啊、休假啊或者勞動安全法呢啲嘅權益俾翻佢哋嘅話咧，其實究竟會點樣係大幾大程度上會影響到之後嗰個嘅revenue 咧？咁呢個就係比較。有個不確定性喺度嘅，咁但係你話做淡啫，3690嘅話就未必會住嘅，而家暫時就，咁啊寧願你話做淡嘅話咧，我睇到另外一隻，譬如700啊、阿里巴巴啊嗰啲咧，可能做淡嗰個直播率比較高啲。早晨啊 ，Dragon， 早晨 Mimi， 你好啦，多謝咁多位入嚟支持啦。咁點解頭先講話3690同埋阿里巴巴邊只會做得好啲咧？咁我睇一睇翻個導演力量咧，因為而家見到個美團咧升咗上去咧，已經係已經係企穩咗導演力量啲阻力位，連續都成個禮拜。三隻之中咧，即係3690啦、阿里巴巴啦、騰訊啦，三隻之中咧，似乎美團就會比較硬淨少少嘅。雖然今日跌翻5%啦，咁但係你話。5% 咯，5%，未冇扮未聽過導演，嚇真係噶 ，OK， 咁唔緊要啦，依家跌翻大概3%，因為而家騰訊就大概3%左右啦。但係點解會話做淡騰訊同埋阿里巴巴個比較好似直播高啲咧？因為佢咧呢啲咁嘅位咧，導演力量呢啲位全部都係啲支持位啊、阻力位嚟嘅。咁之前你會見到咧，你入我成日都講呢句嘢就係咧，等我放大少少先。譬如呢啲位，你個陰陽燭一入咗影之後，升穿咗入咗影之後咧，其實咧佢就方向就未係好明確嘅。成日覺得即係如果係穿咗影嘅，好似3690咁樣，確確實實咧就係弱勢之中穿咗。咁但係佢係短期走勢會比較強勢啲、硬淨啲，因為佢咧係已經突破咗成個紅色倒影嗰個區間嘅啦，咁會比較強勢啲嘅。但係如果係入影嘅時間咧，就會比較不確定啲嘅。但係之後如果你入咗影之後，好似呢啲位啦，入咗影之後再跌穿翻嘅時間咧，其實一跌穿收市，你收市價跌穿咗嗰個位嘅時間咧，其實嗰個 long put 嘅直播率都高啊，做淡倉直播率啊。咁就會比較高啲咯。騰訊而家都係呢個情況啦，一入影再跌穿呢個 long put 啦，跟住入影，跟住呢個跌穿 long put 啦，跟住今日咧，今日嚟講暫時我會咁睇嘅，我會睇埋佢下晝先啦，因為我唔知佢突然間因為而家咧成呢幾個月都係咁，呢一兩個月都係咁嘅，唔知點解晏晝先要開始嚟料啊，即係突然間朝頭早冇乜嘢嘅，可能升幾廿點、100点、100-200点，突然間晏晝倒水咁樣咧，咁我唔知突然間會唔會晏晝大旗即日突然間升翻上去啊？我只會睇多少少，睇埋佢收市價，睇我可能去到2-3点啊，差唔多收市嘅時間咧，就如果佢真係收市價真係確實跌穿咗嗰個支持位嘅話咧，我就會可能做翻個 long put 嘅。
咁佢聽日反彈嘅，咁咪即刻做翻指示咯。因為由於你而家呢一個位咧，譬如我唔撚，我唔理啦，呢一個位啦，可能呢一個位我直翻做翻個 long put 啦。咁跟住佢升翻上去入翻影嘅時間咧，就因為你近啊，近嗰個支持位啊，你嗰個位咧就可能你會見到導演力量嗰條線咧，而家個位大概478.6。咁而家大概10蚊都唔夠啦，你升翻上去嘅話，咁你指示嗰個空間咪會好細咯。即可能我用10-20蚊做翻個指示，但你睇嗰個空間就可能會比較落少少啦。可能睇翻460啊呢啲咁嘅位啦。咁跟住就係啦，騰訊就可以用翻即係抖音力量嚟講咧，騰訊啦啱升啱跌穿咗啦。咁阿里巴巴都係啦，阿里巴巴都係升穿咗，再跌穿翻呢個位 long put 咧，呢個位就指示翻你今日再跌穿翻咧，呢個位可以再咁 long put 個直播率應該都仍然有喺度嘅，因為其實阿里巴巴又出咗個消息嘅，佢唔係就係咁乾跌嘅。咁佢出咩消息呢？就講緊話嘅中央方面其實都希望就話啊，將螞蟻集團希望螞蟻集團將嗰個支付寶咧分拆出嚟，咁而且咧就為支下寶旗下。支付寶旗下一啲貸款嘅業務咧，就我唔識讀嗰個字啦。咁佢貸款嘅業務咧，設立一個單獨嘅應用程式啦。咁而且要將螞蟻集團嗰啲用戶數據咧，移過去一間新設立嘅信用評級合資公司。咁呢間公司咧，其實嗰個股權咧，會大部分都係由國企去持有嘅。係咯，都係國資嘢咯。咁基本上都係大家都即係大家都預示得到咧，中央就可能會比較擔心，就係話嗰個數據個。數據的問題啦，咁今次咧佢就約談咗，又講翻個員工權益啦，同埋講翻嗰個嘅數據嘅問題咧。其實啊，美團方面咧，唔係淨係得員工權益嘅，其實睇翻佢，因為佢有好多唔同外賣嗰啲數據咧，你一路咁樣一路送外賣嘅時候咧，其實基本上啲道路嗰啲數據咧好敏感噶嘛，啲國防方面係會好重要一樣嘢啊嘛。即係你打仗嘅時候，即係萬一啊嚇，即係而家世界國勢好，世界局勢咁唔穩定咧，咁你本身中央都要做翻啲安全少少嘅，即係保守少少，咁係好正常嘅事嚟嘅。咁你道路嗰啲數據係好敏感啊，因為有陣時，尤其是即係大家嚟時講佢打仗嘅話咧，呢啲道路啊、啲方向啊嗰啲係非常之重要嘅。即係好似以前咧，我記得好似之前睇過紀錄片啦，講話德國咧本身想打英國嘅，咁即係。不列顛戰役嗰陣啦，二戰嗰陣啦，打完法國咁啊打英國啦，跟住英國方面咧，其實佢哋準備咗一樣嘢，就係將所有嗰啲牌啊、啲路牌全部整爛曬佢啊，甚至乎咧劃花曬佢，可能係明明係 A City 喺嗰邊嘅，佢就寫嗰邊咁樣嚟到混亂翻嗰個德軍嘅進攻咁樣啦。其實最尾德軍係冇上到英國啦，當然。咁但係其實呢樣嘢都反映咗一樣嘢，就係道路啦，同埋嗰個方向咧，其實對於國家安全嚟講係一個好重要嘅數據嚟嘅。咁所以而家咧，你尤其是見到美團方面咧，佢嗰個外賣啦，周圍去攞到咁多道路數據咧，咁佢一定會受監管嘅。之後嗰個數據呢個問題，而家不過依家就監管住佢嗰個員工權益先啦，所以就兩邊一齊夾攻只美團咯。所以暫時嚟講，嗰個唔算話太過樂觀嘅，對於美團就。咁而且咧技術方面咧，佢都比較弱勢少少嘅位置就係在於佢根本未補翻第一個跌落嚟嗰個裂口，嗰個裂口位大概274蚊，就係要補翻佢嘅，即係270蚊左右佢都未到啦。最高其實佢彈過上去267.6啊，即係270蚊係未上過去嘅，咁所以就比較比騰訊比較弱勢啲啊呢只美團就咁，但係始終技術方面未跌穿到啲力量咧，而且個紅色倒已經收窄緊，所以短期之後開 long put 我就未必會揀呢一隻啦。咁但係始終你話博好倉樂觀啲嘅，我又都係唔會揀只美團啦，因為基於單頭先講嘅兩樣監管嘅原因咧，其實基本上呢只都會係個風眼位啊。早晨啦 ，Gigi 你好啦，娃娃早晨啦 ，Sailing Mock 你好啦 ，Kit 你好啦，272今日係啦，希望大家可以咩 subscribe 下，我諗應該大家 subscribe 咗㗎啦，應該同埋大家可以 like 多 like 啦，係咯，未 subscribe 就係希望幫大家，即係希望大家幫你 subscribe 下嗰個 channel 啦。我呢個 channel 非常之希望大家去支持啦，係嘛？咁跟住咧講完啲新經濟股之後咧，都想講一啲舊經濟股。今日咧有少少舊經濟股升翻上去嘅，咁譬如係乜嘢咧？2388。中銀香港啦，同埋3988都係中銀香港啦，即係中國銀行啦，都係呢兩隻啦。咁點解呢兩隻突然間升呢？咁我睇翻啲消息，我估啊，呢兩棍大升上嚟咧，見到成交都多嘅。睇3988尤其是多啦，32388睇得唔得先？
2388似乎就冇3988走得咁靚仔嘅，睇下先。不過佢都好強勢嘅，升翻準備升翻穿倒影力量嗰個嘅阻力位噶啦，而家就。咁點解經於啲咩原因呢？因為佢嗰個嘅大灣區嗰個理財通咧就開通咗。咁呢個理財通係乜嘢嚟嘅咧？佢就係今年9月10日正式開啟動嘅，即係前幾日啦。咁佢就話咧，這個理財通可以做到啲乜嘢，或者點樣利好到呢兩隻嘅股份呢？其實應該唔止呢兩隻股份嘅，但係今日睇翻就係呢兩隻升咯，即係招行嗰啲又冇乜點升啊。咁其實咧，呢個理財通咧講緊話，大灣區入邊嘅人啦，即係內地同埋香港人咧，都可以通過各自嘅銀行體系咧嚟到去買翻對方銀行一啲銷售嘅產品。咁即係簡單啲嚟講啦，即係好似港股通啊、咩匯港通、深港通咁樣，我哋香港人可以北向資金買翻去內地嘅一啲理財產品啦。咁內地嘅人咧，亦都可以係南向資金買翻香港嘅銀行嘅一啲理財產品嚟嘅。咁其實呢樣都令即係佢係首次去允許翻啲零售嘅投資者咧去跨境去買啲理財產品，咁啊方便好多啦。因為其實之前都知道咧，其實話譬如內地人嚟香港開户口啊，要去買翻理財產品，其實都幾難做到嘅事，即係好煩嘅。你香港開户口，香港人開香港户口咧，已經好鬼難嘅啦嘛，即係。即係老實咁講，我冇生意俾你做嘅，我突然間走去匯豐開個户口，啲匯豐職員都我唔知會唔會啦，都趕我走啦，即係冇幫襯咁樣話，唔好意思啊 ，book 時間啦，黃生。咁即係呢個係好麻煩嘅事，尤其是可能內地人再多啲手續啊，即係過好多 compliance， 即係唔知大家知唔知銀行開户口係勁煩，勁多 compliance 嘅嘢要搞 ，KYC 嘅嘢勁多，所以話內地人嚟香港開户口咧係好難嘅。咁但係而家多咗呢個理財通之後咧，就唔需要話即係落嚟香港開户口，你都可以喺內地就直接買得到香港一啲理財嘅產品咯。咁其實都幾利好一啲銀行股嘅，咁譬如話見到即係中銀香港啦，就今日升翻 1.44%。其實咧呢一個，因為佢係9月10日已經開始，即係上個禮拜五已經推出咗啦，咁所以佢推出之前都已經炒咗1、2、3、4日升咗上嚟嘅啦，已經。咁而家追唔追一次咧？我哋就陣間問下 Rachel 點睇啦。咁但係咧，如果話兩隻要揀嘅話咧，好難揀到落手，因為都升得比較多咗，寧願等佢回調啦。即係我自己一定係等回調先至買嘅。啱升上嚟爆升上嚟嘅話咧，我就好少話去揀啦。咁當然會錯過咗啲好強勢嘅股份啦。但係我自己係一個比較保守啲嘅人啦。咁同埋就係啦，我會保守少少嘅，寧願即係好想一買落去即刻升嘅。咁呢樣嘢係最好啦。咁但係一定會錯過咗好多股票嘅。咁譬如我成日講嘅189啦。呢樣嘢就好難買得到啦，因為譬如話佢一路升上嚟嘅時間咧，其實好多北水已經係瘋狂咁勁喺度買緊，即係189嘅。咁但係你話依照翻我頭先嗰個方法啦，即係頭先我講新經濟股嘅時間咧，譬如700啦，我就講緊話佢入咗影再跌穿翻，好似今日之陰足嗱，陣間即係今日晏晝嘅時候睇下佢收市價咧，究竟仲係唔係收喺佢嗰個支持位或者阻力位嘅下邊啦？如果係嘅話咧，其實做 long put 嘅直播率都高嘅。咁呢個就係做淡倉啦，入影再跌穿，咁但如果做好倉嘅話咧，我哋會等佢入影再升穿嘅。咁譬如其實咧189咧今日咧係有呢個走勢出嚟嘅，咁佢係跌穿咗入影啦，入咗影之後咧再升穿翻，其實今日咧做長倉個直播率都係高嘅。當然啦，睇翻因為佢最近跌落嚟咧，都有可能去配完股啦。因為佢好似23左右就配咗1.4億股、1.45億股嘅，就189配完股之後就連跌咗幾棍啦。見到北水咧都係持續咁樣減持緊，亦都減持嗰個數字咧係增大咗嘅。其實上個禮拜四咧就係淨賣出咗，即係呢支陰足呢支棍咧，淨賣出大概我諗2億左右，睇翻先。係啊，2億到啦，2.1億到啦。跟住禮拜五咧，呢一支陰足跌落嚟都係淨賣出嘅，淨賣出3.39億。咁今日呢支陽足唔知點啦，你見到啲北水牌兩邊都排曬隊嘅。咁但係 anyway， 如果大家睇得好成個趨勢嘅話咧，都應該呢一隻咧，其實你要做長倉嘅話咧，今日嚟講咧就會係一個直播率比較高嘅日子嚟嘅。咁同埋就其實呢間公司咧，佢做過啲咩 PDVF 啊？PDVF 嘅一個產品啦，咁其實 PDVF 究竟係乜嘢嚟咧？佢就係一種用途都好廣泛嘅咁啊含氟嘅聚合物啦。咁其實呢樣嘢咧有啲咩用咧？或者係點解突然間個價會升得咁犀利咧？成個價格都係持續咁升緊嘅。其實發生啲咩事？個需求喺邊度嚟咧？佢就睇翻咧，原來佢嘅需求來自一啲國家扶持緊嘅板塊，例如啲咩咧？光伏板塊啦，同埋嗰個新能源汽車呢個板塊啦。咁因為咧呢個 PVDF 咧，佢用嚟
黐一啲嘅光伏背板啦，同埋啲锂电池嗰个嘅黏结剂啊，咁其实都系 PVDF 咧一个主要应用嘅领域嚟嘅。咁而家见到，因为呢两边都系受国家扶持嘅板块啦，咁所以我谂嗰个需求方面都系增加咗，导致到 PVDF 呢一样嘢咧嗰个嘅价钱就升紧嘅。咁亦都令到其实189升咗一段时间上嚟噶啦，其实嗰阵时佢升上嚟嗰阵时$5啫嘛，升过4倍、5倍噶啦。咁所以而家有啲调整都好正常嘅。咁但系你话如果真系再睇好翻呢个板块嘅，即系睇好埋新能源啊、光伏啊，但又想参与埋呢只189嘅话咧，其实今日做长仓直播咧都有喺度咯，即系至少比起之前直播比较高啲咯，唔使惊话佢会大幅点样再跌穿啲支持位，因为你其实你用翻今日个支持位做翻个止蚀咧，咁咪够咯。即系而家嗰个条线个支持位咧就喺22.27嘅，咁即系大概$1左右咯。咁你跌穿咗入翻影嘅时候，大概1-2蚊做翻个止蚀，我谂其实你下行空间好有限啦。咁所以而家你近翻支持位嘅时候咧，做翻长仓就比起之前升到咁急嘅时候做咧，就会比较好啲咯。跟住我見到今日咧 Handshake 啦，同埋咧 Mimi 有問只2318現價入唔入得過嘅，咁我陣間因為 Rasher 到咗啦，咁我陣間就去問下 Rasher 啦。咁啊 Rasher， 你可唔可以準備可以入嚟啦？咁但係我哋即係 Rasher 嚟之前咧，我哋就睇一睇咧，其實有咩板塊最近升得勁咧？及啲鋁啦，啲商品啦。啲商品其實傾得勁嘅，譬如話鋁啦，鋁我睇翻英國嗰個鋁嘅期貨咧，升到上2970蚊，咁啊破緊新高啦。煤價啦，譬如話見到啲1171啊、演州煤啊，或者2600中鋁啊、俄鋁嗰啲升得好勁。基建股啦，呢方面突然間大家都可以去傾一傾。喂，嗨，早晨，今日咁早喎、啊。多謝你，多謝你，多謝你咁快之前，係嘛係嘛，多謝曬，多謝曬。今日搭船定搭咩啊？都係搭船啦。搭船啦，通常會倒升嘅喎，唔係咩？真係。係 sorry， 轉油。OK。今日 Rasher 嚟咧，我哋就好熱啊，真係。係啊，其實琴日同今日勁咗。你仲竟然可以再件西裝褸過嚟，係啊，真係算係咁，俾一面啦，算有誠意啊 ，Rasher 就咁有誠意，但希望大家可以俾啲 like 啦。最快西裝褸算係咁啦，今日30多度，40多度，體感40多度。Okay， 就嚟中暑。今日個市咧跌470多點，好似就快想跌500點咁樣咯。咁其實見到咧，即係可能港股方面就冇乜特別大利好嘅消息啦，反而美股方面就有啲回調啦。上個禮拜五美股都跌咗，即係上個禮拜跌咗差唔多1-2% 左右咧，美股回調咗都。咁其實咧，會港股方面會點樣影響到咧？或者個股而家港股呢邊你會點樣睇個走勢？我覺得是第三隻的機會率比較高啲啦。之前就我個人覺得就求堅底的機會率好高，係啦，即係由7月底開始延伸到去而家啦。咁而家做咗就左肩做咗，咁個底部亦都做咗，咁爭個右肩位咁。所以如果我覺得個市嚟緊要升嘅話咧，應該要試多次25000附近啦。係啦，做第三隻腳咁就靚仔好多啦。25000附近，系啊， oh。 其实都唔系争好多嘅，系其实唔系争好多，系争几百点嘅，系最紧要自己啲股票升就得噶啦，系啊，都唔系啊，佢跌落嚟都想赚钱嘅，系嘛，咁咪买，即系成日做咯，成日做啲淡仓，你咪买熊仔咪得啦，系，你觉得买个大市熊仔啊，定还是买啲新经济熊仔会比较好啲？新经济又俾人约淡咗，咁啊，我觉得新经济嘅熊仔就直播率高好多，系嘛，系啊，跌得快升得快啊嘛，咁如果知道個市要跌嘅話，咁但係買新經濟嘅熊仔咧，都係新經濟熊仔應該有啲咩 number 啊？咁啲嚟，係嘛？我你問我啊？係哦。等一間咧嚟講，而家做恆指總結咗先啦，就大概去到25000左右啦。因為始終都即係冇乜特別利好消息，再加上外圍方面都有啲嘅動盪啦，美股都有啲回調嘅時間，都影響港股嘅氣氛嘅。我相信都，但係就如果做啲淡倉嘅話咧，可能做翻新經濟股咯。新經濟股就俾人弱淡啊。咁同埋你個恆指咧包含咗啲舊經濟股啊嘛。但我見啲舊經濟股今日有啲升幅嘅。係咧。係啊，陣間我哋再傾下啦。好。即係譬如話好似咩理財通呢樣嘢。不知道你怎樣看呢？即是香港銀行可以賣回大陸賣香港產品，因為譬如說3988這些，今天我見它升得都不錯的，這幾天都3988應該就沒有關係，應該2388的，2388 不過是的，不過是 friend 升了幾天都咁講啦，咁啊暫時而家主打都係一啲
中低風險的投資產品、我覺得對於內地投資者嚟講個吸引性其實就唔大，有限㗎啦。因為大家要知道咧，內地投資者不嬲都係進取型的投資者為主啦。咁所以你即係賣嗰啲一兩厘息嘅投資產品，我就真係覺得我自己都冇乜興趣啦。咁係咯，咁對於內地投資者嚟講，我覺得都興趣都唔會太大嘅、所以可能短期一開其實個我覺得成效唔會太高咯。OK， 咁但係可能就真係借呢啲消息過嚟，因為始終板塊要輪流咁炒作啦。咁近期新經濟股要回調緊嘅時候，咪借呢啲消息咪炒翻呢啲銀行相關嘅股份啦。嗯，但係就唔會係一個中長線部署嚟㗎啦，嘛，即係可能短炒嘅啫。我諗短炒為主咯，係啦，唔算話特別真係中長線係咪真係話好利好啊？覺得真係暫時，我覺得成效唔覺得會有好大嘅效果咯。嗯，係啦。但因為我見到最近多人去買啲、或者留意啲銀行股啦，咁可能佢係驚揾話會加息啊咁樣嘅情況啦。但係最近都見到個 tapering 嘅動作，應該可能有機會延遲，或者甚至乎即係唔會提早先咯。起碼都咁。對於啲銀行股嚟講咧，其實 Rachel 點樣睇咧？我自己中意內銀股多啲啦，係啦，即係頭先嗰啲咩3988啊、939多啲啦。啊，咁你話係咪關加息事啊嗰啲咁啊？我覺得就唔係好關嘅。我覺得最大嘅炒作係真係近排 A 股真係嘅走勢轉強勢咧，係啦。咁我諗啲資金係真係會炒翻一啲金融相關嘅股份。例如9391、398、3988呢啲都係啦。咁我諗市場係揾啲藉口去炒嘅。係啊，點解內地啲譬如話，當我睇好啲 A 股嘅時間咧，其實要買翻港股嘅話咧，譬如話應該買啲內銀股會最受惠啊，定係買翻啲內地嘅證券行嗰啲會受？券商啦，券商係啦，肯定係券商㗎啦。咁啊，但有時太進取又唔得嘅。咁有啲投資者又好想 A 股升，咁但又自己又好保守喎、又覺得券商股波幅太大喎，咁咪939呢啲咪比較好啲咯。你俾我揀咧，我一定係揀咩噶啦？券商股噶啦，係啦。咁啊，近排我哋都比較重倉買只6806咯，係6806。做咩笑嘅？唔係啊，咁我唔知觀眾點睇啊，因為你一開個圖表，你冇哇呢個成交爆到咁嘅樣，其實一定係好驚啊！哇咁嘅樣啊嘛～我見你冇反應，所以我留意緊個名啊，未睇圖啊，因為留意緊個名字。即係你開半即係一年圖，哇！依個成交咁樣嘅，咁開埋三年圖，你會覺得哇不得了，真係即係自己就係從來都冇炒過，但係你會見到近呢兩個星期啦，個成交係突然間顯著咁係幾倍都唔係幾倍，係十幾十倍嘅上升咧，係啦，咁入咗市啦，原來係因為咁一定係點咯，賣花香咁樣，係啊，賺下佢好啦，係啊，咁咁大成交仲要大裂口高開嘅，咁啊仲要喺裂口區頂部咁一路咁向上。沉頂咯，我哋俗稱叫係啦。咁呢啲技術走勢咁靚，咪點都要俾下面啦。人哋做勢都做咗俾你，都要買翻啲啦，一點都要跟翻啲噶啦。係啦，咁啊因為近期 A 股咧，深圳加上海平均嘅成交都14000-15000億，其實我覺得算都幾多。係啦，對比2015年高峰期都係講緊20000億成交啫嘛。咁其實而家都開始去緊高峰期嘅差唔多70%-80%。咁其實我覺得券商股係有條件追翻落後咯，因為呢幾年真係悶咗好耐㗎啦。尤其你望翻傳統啲比較大隻券商，例如6030中信證券啦。係啦，咁啊開個周線圖可能5年啦，係啦，咁或者10年圖咧，其實。係啦，咁你會見到話都由2015年落咗嚟之後，其實橫行咗超過6年時間，冇乜點升過，有波幅冇升幅嘅。咁咁你而家計翻嘅就係當年20000億成交，咁中信證券都炒到40蚊嘅，咁而家都係得20蚊啫喎。OK， 咁而家成交都14000-15000億，咁有少少 undervalue 咯，係啦。咁所以成個券商板塊，我覺得有條件喺下半年，即係可能 Q4 追翻落後。嗯，係啊。如果買呢只6030會唔會好過頭先嗰只？睇下你係進取型定係再保守少少啦。呢只應該保守啲啦。呢只就應該保守少少嘅。咁我進取啲揀6806咯。同埋近排6806有啲空告出都幾勁，都我覺得都幾值得留意。就係佢講咗近排借錢咧借多咗公司。係。
啊、借錢借多咗，即係代表啲咩咧？就是、券商最緊要就係咧，貨源輪轉啦，同埋孖展借多啲嘅話咧，咁起碼個客即係借多啲錢炒股票，佢係咁出出入入嘅話咧，咁 turnover 都會多好多啦，咁利息收入亦都會多啲，咁其實對業務嚟講係有好大嘅幫助、嗯、所以我點解會比較睇好6806就係咁解嘅。其實啲孖展嗰個熱烈反應咧、嗯，對於券商嚟講係咪個都影響好大嘅？係非常之大，非常之大嘅。係啊，會唔會即係？超過三成或者都是可能是孖展方面賺錢。其實如果講孖展利息的話，拿香港那些上市公司為例，你可以看公司年報，其實差不多一半的盈利都靠孖展利息收入的、okay. 是很誇張。咁即係如果基本上其實邊間券商唔做孖展，基本上係跑輸曬嘅。O K， 係啊，或者即係突然間個市係好多IPO 上市嘅大隻嘅，咁啲券商就應該炒硬。IPO 你話孖展息係咪賺好多咧？嗰度就一般般啦，唔算話特別多。真係賺孖展息比較多，真係買股票個孖展息個大好多。咁、你借錢借翻嚟，可能講緊4-5厘或者3厘息啦，唔知啲公司點樣問銀行傾翻嚟啦。但係借俾啲客可能8-10厘息噶嘛。息差好大咯，係、okay. 咯，所以如果再加埋杠杆再大啲嘅 ，OK， 係啦，咁就食水都食得幾深，嗯，依OK 喎，咁而家就大家可以留意埋呢只6806啦。之前就成交唔算話太多嘅，但係而家咧就增加咗超多倍啊，倍數咁樣去講，十幾倍咁樣去講啦。咁如果我哋即係我哋要買入嘅話咧，我哋指示如果用翻呢一支嘅。即係收市㗎，差唔多啦，係啦，係喺呢啲206、207呢啲位啦，係啦，直播率都高，直播率高嘅，係一破位其實就即係冇乜蟹貨咧，上面嘅話咧要衝上去係非常之容易，係啦，佢都差唔多兩年橫行區啦，整固咗咁耐。咁我諗買得呢啲股票應該都齊心㗎嘛，唔會突然間有啲散户齊心即係咩意思？齊心大家都係向齊心似做市喎，你嘅感覺。OK， 不過你會見到而家熒光幕前邊咧，係啦，咁就即係兩邊都筆水派買賣緊嘅，都幾誇張。OK， 係啦，我哋俗稱話好有誠意啦，你諗下，兩邊都做到咁靚仔，係咪啊？做啊，係咪？人哋都有成本付出嘅喎，咁樣咁。又要俾印花税、經紀佣金都要俾啊，係咪先？係啦，咁啊，咁大成交，我諗唔會頂，即係我諗炒兩三日就散水，就有少少講唔通咯，係咪？同埋 A 股嘅6806近排都好強勢嘅，係啦，咁呢個都值得大家留意一下咯。你覺得現價買就 OK 啦，其實係嘛？又係咯，再等低啲啊，唔等啊，等衝入場，衝入場啦，係啦，睇啱就衝入場啦，係啦，睇錯就止蝕咯，成日都咁教啦。OK， 係啊。同埋你本身頭先講咧，第一支棍上嚟嗰個收市價咧。就208咯，應該係208啦，2.08元左右咯。咁其實同現價都爭一毫子啫。咁就可以現價諗一諗佢啦，呢只就 OK 啊，呢只真係係咯，保守啲先諗翻外銀可能939呢類嘅股票咯。係咯，冇錯啊。咁你可以雙翼齊飛都得嘅，買曬佢咯。都好。再買埋內險股咯，係啦，咁啊三保齊曬啦，咁啊夠食曬。內險股。不過內險股近排都比較弱勢啲，有人問只2318喎，內險股係咯，我都買，即係中咗伏喎呢只嘢都。但係開始好多人講話鬧底咯呢只，但係發生啲咩事咧？鬧咩啊？鬧平保啊？鬧平保啊？可能覺得 A 股升咁啊，平保會升咯。嗯，係咯。但係呢個就好似炒過一輪喎，我記得。係冇錯 ，OK。咁近排 A 股又真係升緊㗎嘛？咁平保又真係冇升過，咁變相咪佢唔升咪即係。重底買咗啦，係啊，我哋啲客户都有揸依只啦，係啦，咁啊都坐緊艇咧 ，OK， 係啊，不過坐緊少少唔多咯，係啦，呢只就你覺得即係你都其實係覺得呢只係抵買嘅依家現價 ，OK 嘅買得過，不過可能個入市位入得唔係咁靚，係啦，但係我哋覺得即係可能以中短線嚟講，上翻68-70應該走唔甩嘅 ，OK， 係啦，咪即係有時坐緊嘅有啲耐性等下咯，係啊。我呢啲睇短線添啊，原來係中短線添啊。咁內險股不嬲要升到好快啊，兩三棍就搞掂你啊。Okay. 但係嗰度兩三棍未出現，唔知仲想磨幾耐。係啊 ，OK， 係啦，即係我哋而家近排買 A 股相關嘅股份咧，都佔比都比較重啊。OK， 即係6806就其中一隻啦，咁平保亦都係其中一隻啦，仲有一隻165光大咯，係啊，165。係啦，依只我哋都加倉加依只啦 ，OK， 基本上係啊，我哋都同 A 股共同進退㗎嚟㗎，係啦，佢唔掂我哋都唔掂，OK， 係啦，即係你哋都 kind of 睇好 A 股下半年㗎咯喎，冇錯冇錯，係有咩因素令你睇好 A 股咧？
其實都是錢作怪咯。OK， 我信錢多過信技術走勢啊，信乜嘢都好，咩基本面嗰啲政治因素乜都唔理啦，信錢啦。OK， 即係咁多不明朗因素情況下，有咁多錢湧入 A 股嘅話咧，我唔信冇炒作。OK， 同埋啦，咁而家啲人陰謀論咁講啦，咁啊阿爺等錢使噶嘛，係咪先？咁好多時阿爺等錢使都要推高 A 股股市嘅。咁由佢啲社保基金咧就趁高咧就減持股份套現嘅 ，OK， 暫時未見到社保減持股份咧，我覺得 A 股應該未升完，係啦，依、這個亦都可以大家參考一下。對於阿爺等錢使就最好唔好再升。係啦，2015年咧咪就係、是、個 A 股咪炒到癲曬嘅，就係、是、社保基金喺高位度係咁減好多隻股份咧，咁結果減完之後咧個市就大冧啦。而家就未開始減，未開始，我覺得就講定，我覺得就應該似炒上去就等減持。OK， 所以我覺得應該 A 股有一波嘅升幅未出現嘅，咁啊而家咪儲定呢批即係同 A 股相關嘅股份先。但係上次嗰次炒作係維持咗幾耐？炒咗幾耐先至開始減持嘅？你可以望翻2015年嘅6030啦，即係其實頭先開十年圖睇下咯，係咯六。165都一樣啦，其實165都有炒嘅，都炒咗幾個月先散水。O K， 炒咗幾個月嘅都係啊，哦，係啊，咁中短線部署下都 O K 嘅。頭先嗰啲係啊，其實你而家開就165望咧，十年圖啊都唔知幾，即係望落一年圖好似好貴咁樣。其實開十年圖其實簡直係仲喺個超級低位度，仲喺個底部。即係任你買，而家都覺得嗱，你其實開呢啲圖去買咧，你會覺得好舒服；開一年圖買咧，你唔敢買嘅，係咪先？所以我而家叫人買，你開十年圖望咧 ，OK， 睇完舒服好多，舒服好多買。OK， 搞掂。OK， 係開一年圖，你成日都派高追嘛，但係有多好多時就短線一破頂嘅股票咧，就唔等你噶啦，都冇調整過你嚇。O K， 系嘛？由八个几开始升上嚟，一路都唔等大家啦。O K， 好强势呢啲就唔等噶啦，呢啲就系啦。O K， 咁啊，既然都破咗位嘅话，咪继续有得去放资料咯。O K， 系啦。因为呢一只咧，同埋头先嗰只6806咧，会系即系两边有啲咩唔同咧？你会觉得边加重啲好啲？一只咧就券商嘅，即系券商，即系做证券行，可能客户要炒卖 turnover， 即系要有买卖咧先有 turnover 啦，咁有佣金收入啦，系啦，借多啲钱有孖展利息啦，系啦，咁佢哋主要就做呢啲业务为主啦，系咪？165咧其实就比较多就私募基金为主啦，咁私募就主要就买 A 股股票為多啦，係啦，咁 A 股升嘅時候咧，咁佢揸住啲股票升值咧，咁可以收表現費啊、管理費啊依啲咯，係啦，咁兩隻會有少少唔一樣咯，係啊，即係如果 A 股升，係啦，咁如果 A 股升，咁兩隻應該受惠嘅程度都好高。OK， 係啦 ，OK， 咁同埋165咧，如果觀眾都仲記得嘅話咧，佢仲有另一個賣點就係公司有旗下有兩個好值錢嘅資產咧，咁有機會會賣翻俾阿媽嘅，咁嗰路亦都會係一個醖釀嘅好消息啦，係啦。OK， 咁睇落165又再受惠多啲 A 股，再加埋兩個消息，所以上個禮拜即係諗兩隻究竟邊一隻買多啲咧？係好多人都問兩隻點揀咧，兩隻一齊買，我都揀唔通，係啦。但係你話佔比邊一隻買多啲咧，我都真係兩隻各有千秋。但係如果講 turnover 咧，即係講成交咧，165嘅成交係少啲咧，咁買嘅比重一定係買少啲㗎啦，因為606係講緊幾千萬或者成億錢咧，係啦，咁二出二入啊嘛。嗯，系啦，咁當然而家係近排成交多咗先有呢啲幾千萬成交嘅啫。咁如果好似之前咁冇成交，幾百萬嘅，但一縮曬水咧，冇成交走唔甩嘅，有機會走。咁呢個就要大家要觀察住先，係觀察。即係有啲成交量會唔會突然間突然間縮水啊？哇！突然間若縮水兩邊都唔排買盤嘅，咦？冇人買賣喎，咁啊大禍啦！呢啲係就係最驚，即係有時啲炒股票最驚，尤其係中小型股票咧，最驚就係成交放大咗，引你入咗場之後咧，你買完突然間啲成交縮曬水，股走唔甩啦，咁啊俾人套住。OK。但係應該成個板塊都應該未炒完，我又覺得唔使太擔心嘅，係啦。OK， 尤其是呢只就近翻個指示位啦，大家可以參考一下啦。同埋你計埋 A 股間公司過千億市值，又唔需要專登玩呢啲嘢。哦，係啊，係啊，係啊，係嘛？我估就好嘅。第一睇翻，一講 A 股咧，就有位朋友咧就 Christine 虛第一次見你嘅早晨啊，你好啊。咁佢就問咧，就係3898中車時代啦。嗯，即係翻咗 A 股之後咧，就即刻唔掂啦。係啊，冇錯。其實睇唔使話止蝕咗先咧，佢係40蚊止蝕。上個禮拜我都止曬，好痛嗰下。O K， 係啊，真係慘到入肉。咁慘啊！真係。O K， 咁講啦，咁我哋始終第一批買嗰啲30零蚊買上去，咁50幾60蚊食咗唔少股嘅。不過慘咗，真係翻兜嗰下咧。
就是真係翻兜嗰下冇 set 指示嗰下就。即係有應該咁講咧，太有信心可能，係、贏咗錢太有信心咧，結果落翻嚟嘅時候咧，好有信心一路咁加倉咧，我哋咁啊，同埋又覺得好似 A 股有得炒啊嘛，咁、所以嗰下都揸重貨啊，博 A 股上市嗰下咧，哇！結果一支大陰足就食曬，哎呀，呢下慘啊！不過咁啦，買得跑嘛，係啊係啊。不過咁講啦，買得呢啲股票嘅，即係我哋成日咁講啦，買咗你預咗最 worst 嘅情況係點樣樣嘅。咁我同自己講，即係 A 股開嗰日咧，一係就落到40蚊，一係就上到50蚊嘅啦。OK， 咁你搏唔搏啦？嗱，你揀咗搏嘅話咧，預咗最壞情況見40蚊要止蝕嘅，咁的確哇，真係最壞情況出咗現喺我面前，係啦，我幫客全部打曬啦，最後。哦，我估唔到你會搏喎，我記得你之前講過話翻 A 股嗰下一定係。咁其實點解我會搏咧？因為之前贏咗錢咪有個子彈可以搏下啊，係咪先？係嘛？攞啲 profit 搏啫。係咯，咁啊。嗰日咧，其實話俾你聽咧，嗰日陰足之前咧，我都同我同事講，唉掂啊！我哋今年嘅 portfolio 創 record high 啦 ，OK， 今年升30几啦，即係淨係計 Q 出去而家喎 ，OK， 仲未計啊，好似 Q1 開始係啦，30零啦 ，OK， 平均係啦，咁結果嗰下一支大陰足，因為揸重貨咧，跌十幾個 percent 嗰度都輸翻3-4%。OK， 不過好咗其他股票又生性翻 ，OK，真係有時真係好樂觀我哋炒。其他股票生性又冇乜事啦。最生性嗰只邊只？最生性而大家而家又可以買嘅邊只咧？近排257比較生性啲，同埋1799啦。不過今日啲量，哇257生性翻咯，今日哇冇曬事。哇！嗰早幾日啲係咪哇？咦，6.25止賺咗先嘅，係咪先？我話即257有少衰，似一支大陽燭之後咧做奇形咧，係啦，威衰格嘅問題，但真係做奇形喎，衰樣 OK， 係啦。不過做完奇形，我覺得破頂機會率高嘅，所以冇沽過咯 ，OK， 係啦。不過今日上翻嚟冇事啦 ，OK。仲有一隻1799咯，佢都生性，早排27。呢只又係一升上嚟嘅3個頂，懶係嘢咁樣跌翻落嚟。上個禮拜同大家講，我唔會沽啦 ，OK。結果第二日就開始落翻嚟 ，OK。咁啊，落翻嚟我都應承大家，我冇沽過，真係係我話唔沽就唔沽啦 ，OK。你今日破頂？你覺得追唔追到嘅？破頂但係要追啦，破奇形破頂一定要追嘅啦，呢啲形態 OK 係啦。指示位擺邊？今日仲要跌成400几点喎，真係你會見到大成交破位喎，咁唔使諗咁多啦，呢啲係啦，追硬嘅啦，呢啲。指示位放邊會比較好？指示位放今日嘅大陽燭起步點，5.8啦，應該係係啦，大概呢啲位。OK 係啦，我覺得應該咁樣破得位嘅話，再七望八，今年應該走唔甩嘅啦。係啦。另外就1799係咯，不過今日冇咁生性，今日係啦，呢只冇咁，即係上個禮拜咪上翻27蚊咯，係咁啊生性啲。咁而家27蚊就好似整固緊啦，高位好似有啲壓力啊。OK 係啦，不過我覺得形態上都仲係利好嘅。OK 係啦，咁啊等下先啦呢只嘢。OK 係咯，你會覺得你即係翻到去咩位會再買？再買翻係咪？如果可以試多一次23蚊邊嘅話，應該都可以買下嘅23蚊邊。啱啱你個倒影力量嘅底即係頂部試第一次，我會買咯，係啊。OK， 係啊，再加翻住咯。OK， 不過近排加咗其他股票，可能冇乜錢買，要揾嘢沽翻出嚟先套到現啊。加最多嗰啲內即係 A 股，即係頭先講嗰啲咯，係啦。OK， 係啦。咁我即係大家留意住呢只咧，因為呢只波幅都算大嘅。咁睇下有冇機會玩翻去23蚊，即係倒影力量呢啲位咧，穿影再升穿翻嘅時間再買過咯。咁啊，琴上個禮拜五加咗只272。272系啊，我翻兜翻，系啊，翻兜翻。呢只炒咩？呢只272就上个礼拜五唔知点解突然间大成交喎，咁啊唔好谂咁多啦，我哋都系信钱啦，同埋追踪咗咁耐嘅话咧，你都系博啲消息出啫，系咪先？系啦，博就可能公司私有化、卖盘啊、买资产啊等等啦。OK， 咁啊大成交，我谂应该啲钱唔系傻嘅，突然间一窝蜂冲入场买货嘅话，我唔讲唔少，应该系有啲春光鸭扫货嘅，咁啊所以我都跟咗住咯。成交嚟讲咧，你会觉得系几多先或者一个大成交，你会去睇嘅几多倍到咧？我谂都2-3倍啦，或者高过平均值啦。嗱，我见到你有 Mega Hub 都有个平均值俾我睇嘅，咁高过嗰条线嘅话，其实高成几倍喎。星期五，我都系临收市前先冲入场咗。O K， 系啊，咁见到哇，真系有料到喎，系咁扫喎。即系嗰日睇啲串流报价咧，系啦，咁啊见到啊，咦，真系有人 keep 住系咁大手盘系咁扫，系咁扫。O K， 系啦，咁又好似真系有啲料到。O K， 今日仲要都维持到一支阳烛，再加大成交嘅话咧，我觉得有啲似410嘅。
啊，雖然410今日大跌啦，咁但係望翻就係其實有啲似咧，410公布消息之前咧，其實個成交係突然間放大，係啦。嗱，咁你望到依個係有消息出嘅支大成交啦，但係唔計一支大洋燭之，即係依支大成交之前咧，其實呢五日嘅成交係好誇張嘅，係啦，咁係啦，咁樣望咧係會大，係啦，咁而家272有啲似咯，有啲相似啦，咁會唔會係真係有啲好消息跟尾咧？咁所以咪點都要買啲噶啦，你追蹤咗咁耐係咪先？唔通個人講，喂，你睇好咁耐，竟然最後竟然一股都冇咩係咪先？咁啊，所以嗰日就買翻。買翻啲啦，點都要係啦。咁好彩今日有一支大洋燭，係啊。其實出咗啲咁嘅大成交之後咧，其實係咪都要睇嗰只係咪一支陽燭定陰燭？其實陽燭好緊要咯，陽燭好緊要嘅。一出陰燭線多唔多咧？其實一出陰燭或者有上影線嘅話，就其實走勢就唔係咁靚嘅啦。OK， 即係如果隻嘢真係有料到咧，啲人不問價係咁追貨咁啊，咁所以應該係理論上係一支陽燭或者接近最高位收市先啱。呢一個上影線就唔算太多啦，係嘛？係啊，依個唔算話太多，所以今日再嚟一支陽燭就似陽啲。OK， 睇下今日有冇機會收住高位收咯。咁如果係嘅話，應該可能短期內有好消息出噶啦。咁啊，而一間公司之前就傳過話分拆新天地嘅業務上獨立上市啦。咁嗰時就我個人就覺得依一單新聞係啟淡272嘅，因為對於私有化嚟講咧，咁如果突然間分拆一間新嘅公司上市嘅話咧，咁啊短期內私有化機會率就唔高啊嘛。咁但係原來事隔咗成個月時間咧，公司都仲未入表話要分拆新天地咧，咁我啊覺得咁。其實會唔會新天地啲消息假假地嘅咧 ？OK， 係啦，純粹可能震一震走啲投資者咧 ，OK， 係啦，其實真正最後目的係搞私有化啦 ，OK， 咁所以係咯，咁啊，所以點解上個禮拜五都有信心買翻就係、是，咦，原來睇一睇，咦，未分拆新天地喎，咁掂啦，即係再仲有一度潛在嘅，仲有即係應該有機會啦。咁但係如果本身如果入咗表分拆新天地咧，我就未必想買嘅咁反而好啦。咁我哋係時候答一下啲觀眾朋友嘅問題啦。喂，原來講咗咁耐都係講咗三個字。今日啲時間過得好慢。Red Sir， 因為叫佢 Red Sir， 佢 Red Sir 係 Johnny 你好 ，Johnny 你好啊。睇下先，第一條問題咧就佢先答咗啦 ，Dragon 啦 ，Dragon 問隻358喎。我最近啲嗰啲商品咧，我見升得都幾勁喎。OK。咁而家你銅咧，即係江西銅又翻翻嚟咯。得啦，星期五開始銅價都追落後啦嘛。係啊。咁啊，如果睇翻之前，即係近期啲資源價格嘅走勢，銅係相對嚟落後嘅情況下咧，追得落後咧，應該都唔係人感品㗎啦。咁啊，有機會都繼續破頂，即係繼續衝上去，機會率好高咯。係啦，咁現價直播率高唔高都高嘅，我覺得係啊。睇幾多好咧？而家因为之前咧升上嚟嘅时候，俾人揿过一轮啫嘛，系啦，揿咗差唔多成两个月时间。揿完之后，而家再升过，会唔会比较健康啲？之后升幅会好好多，系咪？同埋你个抖音力量开始转绿灯喎，好靓喎，系啊，都转咗绿灯噶啦，系咪？买入上，哇！原来上个礼拜已经话俾你听要买啦，转灯啊！上个礼拜系啊，总之跟你买咧，你冇买到啦。是吗？我日日追踪你 Mega Hub 的 Facebook 都冇人讲江西铜。有，我哋有讲江西铜，上个礼拜都有讲。上个礼拜有啊，我咁掂啦。呢几日都有讲。喂，咁啊好掂咯。诶，冇买嗰度。系嘛 ？OK。所以而家呢个时候应该要讲咩？大家要记住 like 我哋 Mega Hub 嘅 Facebook 啦。多谢你，多谢哥讲埋啦已经。YouTube 都要啊，系导演话要 YouTube 好紧要，佢话要 YouTube 最紧要。咁要睇下咯，就系江西铜佢就咩位可以买咯？呢位 Sir 觉得咧咩位可以买江西铜？但今日開始針咁樣衰嘅又會，明明同價咁升，我覺得今日點都有得炒下啦，係啦。但係咁樣樣，可能都係驚又再撳翻過啩。不過可能而家中段時間咧，可能臨收市衝翻上去嘅，係啦。咁就幾多錢買啊？我中意睇啱咧，我唔睇嘅，我多數睇啱我就直接落場嘅。O.K. 呢只你睇啱嘅，我睇啱嘅，今朝我睇啱咯，系啊。O.K. 其实上个礼拜五有个客同我讲话铜价系开始喐紧喎，咁嗰下都系17蚊边左右 ，O.K. 咁见到系真系有啲料到 ，O.K. 系啦，如果俾我拣咧，我觉得短期内有机会上翻18.8呢啲位咯，咁睇下你觉得而家17.7值唔值得搏咯？系啦，值得搏你咪呢个价买咯，即系上行空计1蚊到咯，系1蚊左右啦，系啦，基本上我嘅作风系我睇啱我就买噶啦，唔睇佢会唔会嘅。O.K. 所以有時買入價唔靚哦 ，O.K. 得，係啊，我係咁啊 ，O.K. 唔理咁多啦，睇啱就買啦。有時唔記得咗噶嘛，有時之後睇啱就買嘅話就你嗰個下即係上行空間咧，就可能1蚊咯。最緊要你覺得你
即係而家望，喂有$1水位喎，值得搏喎。咁下向下嘅話，如果真係跌穿可能$17止蝕嘅，咁咪自己計咯，係啦。向上有過一，咁向下輸$7嘅，咁呢個價位你覺得直播率高唔高？唔高嘅話，你咪調整咯。嗱，17.5買抵唔抵啊？有過3水位，向下輸$5嘅，係啦。咁每個人嘅睇法會唔一樣咁樣嘅，係啦。咁如果覺得喂，其實而家睇落去都 OK 啊，好著樣啦，又或者睇埋期指配合翻期指，喂見到期指都開始低位度抽升緊咯，咁我咪。咪即刻買股票咯，冇諗咁多咯，係、嘅。有時買即係尤其短炒咧，都望住個期指一分鐘圖咯。即係如果見到喂，其實個市都跌唔落咯，好似想觸底反彈咯，咁咪開始咪即刻買啲股票咯。而家點睇啊？而家似唔似啊？而家似樣啦，係咪？你個倒益力量都話俾我聽，準備好似轉燈咯喎。嗯，係咪得唔得？即係今日晏晝可能係又再升翻上去。可能11:30已經開始向上抽上去咧。希望是看新經濟股有沒有東西，騰訊那些都是沒有，都是跌緊幾隻。騰訊有回購股份，我想跌幅應該沒有那麼誇張的，可能跌幅收窄回都想什麼，可能小米那些有回購的，不過小米都有，但小米都好像本身很弱勢，一路回購一路跌的，是的，弱勢到不得了，一頂低於一頂，很差，整個走勢，整個板塊都很差，那些股票都沒有一隻可以選得落手，暫時真的不知道為什麼小米會這樣，即明明監管又不關他事的，應該最慘是未受監管已經這樣，是不是confirm被人監管就更大了，可能 iPhone 出了iPhone 出，是的，我都準備想買 iPhone，是啊，20幾號還是下星期談15號發佈會嘛，應該一個星期後，15號是啊，15號一凌晨1:00有發布會，是不是今係咯？傾日傾晚啦，應該咁講。傾晚呢部 iPhone 都幾多人留意喎，應該都未必話就咁入買到。我諗個個都有揸住消費券，都好期望呢次嘅 iPhone 嘅。又買噶啦，個都爭啦，應該呢部 iPhone 要爭咯。可能淨係得香港人爭 iPhone。係咩？哦。誒。監製答爹啊！監製答爹，監製話咧，內地嗰邊就好似監管 iPhone 13好似唔俾上，有間官司打緊。哦，咁啊，真係掂啦 ！OK， 香港真係得炒，又可以炒埋 iPhone， 咁唔使炒咩內銀股啦，直接炒。哎，我留翻啲錢啊，將啲信用金或信用額加大佢啦。孖展都要抽，不過唔使加，不過唔使加大咧，本身都夠大嘅，係嘛？咁最多都買兩部啫嘛，咁使乜加大啫？係咪 ？OK， 跟住就下個朋友 Gigi 啦。G 問你116喎，睇下先。哦，中港核，中港核今日升3.77% 喎，成交都幾大咧，望下都幾誇張。即係炒新能源嘅時候就隻隻都炒嘅啦。嗯 ，OK。咁但係咧，中港核如果相比其他風電啊、太陽能嘅話咧，中港核自己發展嘅潛力相對地就有限數。始終可能局限於就係核電咧嗰個。建設咧唔係話你想加大投資就可以加大到嘅，始終安全性嘅問題咧，咁所以咁多隻新能源發電嘅話咧，其實我就對中港核嘅睇法就一般般啦。OK， 係啦，不過近排嘅成交大成交衝上嚟，主要都係追翻落後為主咯。OK， 係啦，咁觀眾有冇貨？觀眾睇有冇貨先。Gigi 佢係點睇上網幾多？冇講有冇貨嘅。上網幾多啊？係啊，我覺得就依只嘢唔會升得太多嘅。我諗大概2-3左右應該都差唔多。即係你係本身睇好個板塊，即係核電嚟講唔？核電就一般般啦，我覺得就 OK。就算搞都未必係關116事嘅，關阿媽事啊嘛。OK， 咁所以116自身發展嘅潛力唔算話太大嘅情況下咧，佢唔會有一個好高嘅估值會出現到。OK，但係相比其他可能。能源電力啊嗰啲咧，係啦，嗰啲風力發電始終有自己話事能力，可以自己加大投資嘅話咧，會唔同啲嘅估值，你會見到明顯地高好多。嗯，趨勢都靚啲啊，幅圖好靚啲啊，依家會好好多咯。即係我寧願即係不如喺位買其他依啲，可能916啊，甚至乎可能956啊，或者1798啊，即係你後位買依啲咧，我覺得可能勝算會更加高咯。係啊。即係買依啲會好啲，你個圖都靚仔過頭先嘅中港，同埋成交都多好多咯，係啊，冇錯 ，OK。同埋中港係如果你拉翻5年圖去望咧，每次好似去到2-3咧，係一個成交超大嘅密集區嚟嘅。5年圖咧，應該係咪咧？如果冇記錯，應該係差唔多，定係10年圖咧 ？OK。哇，幅圖就咁樣樣咯 ，OK。都差唔多咧，到頂嘅，我覺得依只嘢係啦。
所以相比其他新能源，我唔系咁睇好呢一只。OK， 系啦。咁不如买翻头先只九五六个图，好似最靓仔啲喎。系啦，或者我买啲传统啲嘅电力股咯，可能八三六九零二嗰啲会更加好。九零二睇下先。系咯，九零二呢啲系啦，幅图靓仔啲。OK， 起码回一回翻支持位弹咁样咯。OK， 同埋佢真系比较大只啲，应该系食得到阿爷嘅政策啊嘛。呢啲就系好好多。咦，今日嚟讲买呢只应该 OK 喎，都近翻啲支持位。系啊，九零二都系。系啊 ，OK， 九零二幅图几靓真系。有啲人话，有啲人喺度讲咩电力股就可能炒完啦。咁 Rachel 你点睇咧？即系电力股仲有乜炒咧？电力股睇你系边一范嘅电力啦，系啦。但系如果以阿爷嘅政策嚟讲，应该嚟紧其实新能源发电嘅占比持续上升嘅话，应该冇咁快炒完嘅。同埋估值都唔算话天文数字啊。除非你同我讲话喂 P/E 去到100倍嘅，咁我就话喂咁呢啲就有泡沫啫。咁但系咧都系讲紧十零倍左右，其实我又唔算话太贵嘅话，其实都仲有得炒嘅。嗯，系啊，有一只二五七破咗顶，真系二五七破顶啊，系喎，破咗呢个顶咯，依家追啦，破咗顶就追噶啦，呢啲 OK 点咧？再加上而家半日成交都等于咗前几日嗰啲成交，所以每次嚟星期一过嚟呢度做节目都几好，望住啲都有一只嘢破顶，系总有啲嘢系喐噶，系嘛？但系去到礼拜二又唔知点解我啲嘢会落翻嚟，礼拜二再上嚟咯，即系日日都要上嚟，日日都要上嚟。跟住下位朋友咧就问只二三一四嘅，睇下先。都好啊，李文造纸咁佢就系7.4有货啦，我想睇下上望空间可以去到几多嘅呢只。啊，呢只要利益申报先，我成日都惊啊。OK， 李文造纸我自己有持有住。咦，竟然持有一股啊，十股啊，唔好意思，送俾你嘅。啊，当年我为咗去股东大会想食泡啡咧，而买佢嘅碎股嘅。OK， 为咗食泡啡，所以揸住咗咁耐啦。OK， 系啦，咁啊，所以呢只我成日都有时唔记得咗啊，所以系啦。咁所以而家講定先，有十股你文，我自己嘅股票倉位就有煤氣一股啦，哇，同埋十股嘅李文造紙，幾廿蚊嗰度都係啊，冇錯嘅。但食餐 buffet 都講緊幾百蚊㗎，哦，係啊，當年佢喺洲際度食 buffet 嘅李文造紙，咁嗰度都講緊幾百蚊，即係 lunch buffet， 個 return 都幾大喎，你用幾廿蚊嚟去做幾百蚊嘅都 OK 啊，係啊，煤氣啲紀念品都唔錯啊，係咪先？咁所以 OK 嘅，我覺得。咁啊，真係鼓勵人買翻股啊，點都。不過就係啦，不過自從舊年開始有疫情之後咧，港交所都講咗嘅，叫主動都同啲上市公司講，你哋唔好派紀念品啦 ，OK。咁如果唔係咧，就會聚集咗好多人流出嚟啦 ，OK。咁所以而家就冇呢啲歌仔唱啦，嗯，冇無非食啦都。係啦，不過有一間公司我以前就差唔多年年都去嘅，就393咧，嗯，係啦，好正喎！一間公司咧，佢年年都派 T 恤啦。派牛仔褲啊，派風褸係啊，唔係佢係真維斯啊，其實都 OK 啦，件衫都係啦，我 keep 住咗佢件風褸、牛仔褲同埋 T 恤嘅 ，OK 係啦，喺屋企著咯，不過唔好少攞出嚟，係咪？每年股東大會有三派，我覺得幾好啊，係咪先？依啲股票應該正嘢嚟。哇！得6000蚊成交嘅有一日。啲依啲股票就每年有6厘至7厘息噶嘛，長期股價都唔喐，依啲幾仲好過放喺銀行度收息嘅呢啲股票。仲有 T 恤送添，係咪？每次股價一跌你就買啦，佢股價唔跌你咪唔好買咯，係咪幾正？係咪？你望下個走勢圖，夠穩陣啦呢啲。件 T 恤又可以賣出去，係嘛？二三一四，係嘛 ？OK， 213、213、213、214咁，其實最近啲指價都回升緊啦。咁其實對佢哋嘅業務嚟講都會有幫助。你會見到股價都開始咁慢慢咁回升緊啦。其實最近啲資源其實無論咩資源價格都升得好犀利。係 OK， 好似全世界都炒通脹炒到傻曬，好似逼聯儲局會加息嘅。所以逢親同資源相關嘅咁啊，所有周期性嘅產品價格全部都升得好癲。OK， 咁李文造紙其實今年都受惠指價回升翻嘅話咧，我覺得應該個股價應該都仲有機會再破頂咁。你睇下最近九指咧2689都係啊，最近都講咗嚟緊會加價，加佢旗下啲產品價格就係因為原材料嘅價格上升咗啦，咁焗住要加價，咁所以一加價嘅話咧，咁對啲造紙嘅公司咧，咁啊非常之有利咯。咁估值亦都唔算話太貴，兩間公司係啦，咁所以2314從技術圖表去睇，其實都有機會破。
即近期可能有少少阻力喺度啦，但我覺得阻力應該都唔算太大啦。咁有機會可能上翻大概八蚊呢個位啫。嗯，係啊，放住止腰先啦，繼續手。係啦，咁股東大會嗰啲唔好理佢啦。OK， 鋪飛嗰啲冇講，冇講。今年應該冇鋪飛，周際都重建緊啦，都冇得去。好無聊啊！你咁幾廿蚊，原來係博值鋪飛。唔係，咁你可以順便去埋上，即係間公司都會 P 都會有啲股東大會解答問題噶嘛，咁可以問下問題都得噶嘛，係咪先？O.K. 唔係一件壞事嚟嘅喎，我係我頭先講話啲資源價格咪上升嘅，即係無論咩資源價格都上升咧。Yes. 其實會唔會即係我見最近大家都係炒緊啲基建股啦、水泥股啦。其實呢啲資源價格又再上升翻嘅時候，會唔會令到啲基建股個 profit margin 再低咗咧？其實理論上會嘅。O.K. 咁、但係咧，有時咧你要留意翻個行業嗰、那個即係傾合約係點傾咧。係啦，佢可能攞而家啲資源價格去作為一個成本計算啦。咁計算完可能派先埋個嚟緊。通脹的比率，即通脹可能每年3-4% 的人工上漲幾多，咁計曬落去之後咧，咁再計埋可能你間公司俾你賺2-3% 毛利，咁大概啦，派先咗落去之後咧，咁合約就可以簽到翻嚟啦。咁簽完之後咧，咁一般都唔會即時做嘢噶嘛，可能講緊2-3年後嘅事啦。OK， 咁2-3年後咁究竟嘅原材料價格係咪仲喺呢個價錢咧？定係其實會回落翻咧？咁呢啲都係2-3年後先知基建股係咪賺到錢。但係其實佢本身簽合約嘅時候，可能大概知道自己需要幾多資源嘅時候，係啦，大概計到數。咁會唔會對沖咧？佢哋其實咁我就唔知佢哋會唔會對沖。喂，不過你可以見到嘅就係 so far 過去咁多年嚟咧，你會見到啲基建股就真係年年都有錢賺、，OK， 但係所謂賺嘅錢就可能做1000億嘅生意，仲賺1億。即係2億左右，margin 好細嘅。係啦，其實 profit margin 好細 ，OK， 係啦。咁啊，近期你會見到啲幾隻基建股都升得好犀利咧。咁主要就係因為可能傾緊啲行業嘅重組啊，再加埋可能因為內地政府要救 GDP 關係啦，咁可能要加大基建嘅投資啦，咁所以你會見到有啲炒作喺度啦。OK， 係啦，不過我覺得咧，我自己諗啊 ，OK， 係啦，炒基建咧唔一定要起天橋啊。起道路嘅 ，OK， 呢啲起得太多都唔知有啲咩用嘅 ，OK， 即係你好似望到港珠澳大橋起完都唔知做乜嘢，係啦，咁而家第三跑道起嚟都唔知做乜嘢啦 ，OK， 係啦，不過呢啲起咗有啲用嘅，都仲有啲都可以我嚟作為一個以藝術家嘅角度去睇啦，咦，多咗件產品喺度咧，可以影下相哦。原來係咁，係啦，可以俾係我嚟當一個旅遊嘅景點，俾人影下相都係一個唔錯嘅 ，OK， 係啦，但係咧，我咁講啦，內地始終唔一定要起天橋呢啲起道路嘅 ，OK， 係啦，甚至乎可以咩咧另類啲啦，今日我哋標題講另類基建股，講緊啲咩咧？其實可以起啲咧發射塔。5G 嗰啲定係 ？Yes， 冇錯 ，5G 嘅發射塔其實都一樣嘅。OK， 你見到內地嘅政策其實都講緊係嚟緊係 5G 嘅覆蓋率咧，要全中國唔知去到百分比要去到幾多啦？總之要贏曬全世界嘅。OK， 係啦，咁你諗下，哇！如果覆蓋率要去到啲農村都要有嘅。OK， 你可以諗下，話農村嗰啲荒蕪地方都起 5G 嘅發射塔，你話幾犀利咧 ？OK， 你起幾多得啦，冇人話你啦，係咪先？咁所以變相其實大家要考慮嘅就係咧即係傳統啲基建股固然最近有啲炒作啦，但係去翻一啲可能電信股嘅，例如電信設備嗰啲咧，其實近期嘅走勢都相對嚟比較強勢。OK， 有冇啲例子 number 咧？788負責營運啦 ，OK， 負責起嗰啲763啦，中興通信啦，最近走勢都唔算話太差啦，打緊個大圓底啦，開始短線大圓底啦。另外有一隻叫552啦，中通服啦，係啦，走勢都開始轉緊強勢啦，係啦，調整緊轉緊強勢 ，OK， 即係強勢緊，而家調整緊，係啦 ，OK。係啊 ，5G 其實因為你要建設個發射塔咧，咁佢就有啲原材料嘅需求啊，咁其實對佢哋嚟講咧，好似52啦，仲有嗰啲嗰啲叫咩鋼纖啦，係咪啊？係係啦，咁啊，好似6869啦，係啦。OK， 咁仲有隻2343啦 ，OK， 系啦，啊2342啊 ，OK， 運船就唔關事，2342，係啦，你會見到開始轉緊比較強，個走勢轉緊強啦 ，OK， 係啦，咁唔多唔少可能真係政策上亦都會扶持佢哋，喂，起多啲 5G 嘅發射塔啦，係啦，光纖嘅覆蓋率要多啲啦，等等啦 ，OK， 所以其實依類型嘅電信股啦，我哋唔可以睇小佢。
OK， 係啦，可能其實個市冇嘢炒嘅時候咧，依類型嘅電信股可能就並成逆市嘅奇葩咯。嗯，係啦，估值亦都平啊嘛，最緊要係。但你覺得邊隻最好炒嘅？即係如果俾我揀，可能552啦，中通服啦，同埋只6869咯。咁552其實現價就4元左右啦。咁其實派嘅息都有接近5厘幾息，都 OK 嘅。咁同埋公司手頭上嘅錢啊，講緊淨現金都應該有大概3.2-3.3左右嘅。好多錢喺手，每股3.2，係咯，錢多到水浸 ，OK， 咁啊，同埋都係中電信係佢嘅最大股東啦，咁呢啲都唔驚嘅，係啦，咁業務上亦都比較穩陣咧，穩陣又可以，即係其實佢過去呢幾年業務不斷有增長嘅，但係可能市場唔係好留意佢咧，咁所以呢只552其實穩陣得嚟，其實我覺得今年有機會追翻落後，上翻5元都唔難呢啲股份。系啦，咁另外光纖咧6869啦，咁其實咁佢嘅產品需求已經喺今年上半年都望到係回升咗噶啦 ，OK， 咁所以收入係有一個好明顯嘅增長出現翻嘅，所以你會見到出咗業績之後咧，成交係突然間放大咗，係啦，咁呢只 A 股近排都炒都有啲炒作，咁所以呢只6869其實亦都可以跟蹤下呢只嘢，係啦 ，OK 嘅，其實我覺得呢兩隻嘢。嗯，系啦，呢个6869应该揾啲咩位置去入会比较好啲啊？6869啊，望翻睇下第一支大洋烛嘅顶位啦，系、哦、啦、okay ，第一支大洋烛嘅顶位，睇下有冇机会调整好呢啲位置之后就调整完成咁啊，再等佢后抽破位啦。系、嗯、啦，呢只我觉得几好，估值唔贵啊。系啦，咁同埋有 A 股嘅话，可能 A 股带动到去升啦。系、嗯、啊，最紧要最近成交大咗嘛，呢啲系最好炒咯，系咪？最惊系成交缩水，冇人炒嘅。呢啲系继续睇到成交嘅。我觉得系啦，最紧要有成交啊，真系炒股票最紧要有成交。再加上佢三日跌落嚟调整咧，依家近翻支持位。差唔多啦，系啊，我都要揾啲嘢啊，买下佢啊 ，OK。买翻几多股啊？有10股啊嘛。呢啲咁嘅股東大會喺北京開喎，都買嚟都唔知有咩用喎，冇乜用。OK， 係啦，不過可能會幫下即係加倉加呢啲咯，即係講定俾大家聽。即係好似上個禮拜臨尾講392啊、882，呢兩隻都係業務，即係喺中期業績出嚟之後個業市場嘅睇法都轉比較正面咧。咁你會見到上個禮拜都臨尾都講咗話，喂，呢隻都可以睇住啦。咁我哋事後都有加倉加呢隻啦。嗯，係啦，咁啊。北京控股其實最大的賣點就是佢個燃氣嘅業務咧，其實如果真係可以獨立分拆上市嘅話咧，咁公司起碼坐底都過千億市值嘅，係、嗯、啦。咁而家公司只係得300多億市值，咁其實算偏平啦，我覺得就係啦。咁所以呢只我覺得中線有機會上翻40元，我哋上個禮拜都幫下加倉加到呢只咁。係、嗯、另外一隻比較冷門啲882其實一樣，你會見到啲好嘅業績嘅股份咧，係啦，有成交，即係出完業績之後咧，你明顯地見到。的走勢其實會比較強勢啲嘅。Okay? 出業績係呢一支棍啊。係啦，冇錯。OK， 咁所以你會望到哇，兩隻392、882嘅走勢都好相似。一隻大，一隻細。其實而家出業績嗰啲股票咧，好似有到個方法，唔係有個 pattern 就係、是、一支大洋燭出咗嚟之後，佢嗰個底部或者開市價係唔會穿嘅。係啊，好多時都係咁嘅。OK， 其實呢個係其實我諗，其實我諗我想講就過去呢十幾年都係咁玩。OK，不過大家就可能冇乜點留意啦。OK。咁當然當中可能10隻入面可能有一兩隻可能會第二、第三日可能跌穿翻嘅 ，OK、嗯。但如果望翻第二、第三日都仲係企住上面嘅話咧，多數呢啲股票咧走勢就會太緊行嘅啦 ，OK。唔諗咁多啦。我攞個例子就1083啦，我嘅舊即係我依只就今舊即今年三月份咪出咗份業績嘅，我哋望翻。就依棍咧，係啦，係咯，我哋都有同依度都有同大家講過依只嘢啦，即係應該講過一次定兩次。咁你會見到其實真係嘅，佢嗰支棍爆咗上嚟之後咧，咁其實就捉佢依個捉大依、這個高位整固都差唔多接近一個月時間嘅整固完，再跌穿過同你講話跌穿我打咗佢噶嘛，咁結果打完之後就係咁狂升咯。系啦，咪就係一樣啫嘛 ，OK， 即係就係類似呢啲道理咯。咁大部分業績好嘅股份都係有呢啲咁嘅 pattern 咯。嗯，係啊。不過真係呢下真係可惜嘅 ，keep 咗咁多日，突然間呢下咁衰格。都係，有時我哋都同啲客講係，有時我哋真係有時睇錯咗咯。OK， 不過唔緊要咯，睇錯即係好似3898上個禮拜打咗，上晝都好痛嘅，下晝食完個淡仔，你叫我 Facebook 食完淡仔，唉，唔好諗咁多啦，沽曬佢啦 ，OK。输咗就输咗，第二只揾翻，开咗就可以揾翻嘅啫。揾翻，咁我哋都即系果断地沽咗份嘢卖 ，OK、嗯。咁啊谂下，其实嚟紧个市场咩？不过有时咧，好多时啲
最錯啊，錯啲咩咧？指蝕完之後咧，就亂咁買嘢。嗯、即係諗住想追翻條數咧，亂咁買嘢咧，咁嗰下好多時都會出事。嗯 ，OK， 咁嗰下一定要定啲 ，OK， 即係冷靜啲 ，OK， 要諗定 ，OK， 唔好亂咁買 ，OK。咁所以我哋即係冷靜完之後，咁咪諗下買咩咯，咁啊買翻一啲同 A 股相關嘅股份 ，OK， 係啦。其實 Rachel 你即係對住咁多見到咁多嘅客人啦，咁、其實你會通常建議一般嘅投資者咧，會 set 幾多 percent 做止蝕咧？有啲人可能10%，有啲人15%，有啲人幾 percent。其實睇你係好短線定係中線咯，係啦。咁如果超短線，可能2-3% 就要止蝕嘅啦。其實根本你一睇，哇！一買完都唔對路，即係我哋睇五分鐘圖，其實一買完五分鐘圖係咁一路一路咁跌落去，其實已經即刻要斬嘅啦，已經。嗯。斬咗可能傾朝再買過咯。有時如果真係超短線嘅操作，係啦。咁但係你話唔係喎？我係喺可能一兩個禮拜或者一個月時間嘅，咁你可能攞5-8% 或者甚至10% 咯。其實本身係睇你覺得會升到邊個位咯？我哋計直播率咯。咁、一般我哋講短炒嘅，可能2:1咯。嗯，即係可能上網空間15%，咁你向下咪輸6-7%，咪止蝕咯。係啦，咁樣同自己計數咯。OK， 係啦。咁啊，最緊要就係打嗰下真係唔好諗咁多啦。沽咗唔好望翻轉頭，嗰日又唔好望住咯。第二日再望啦。OK， 不過好似三百九啊，咁我哋而家都唔望住。OK， 我哋都同自己講，我哋諗住先，我哋停賽一個月先呢只股票，唔好買，唔好望，乜都唔好，就算上翻45-50，我哋都唔望住。OK， 即係俾自己一個即係冷靜下，冷靜下先。OK， 係咪？咁錯喺邊個位置？其實錯在翻兜咯。我成日都同啲人貪心得滯，即係有時心可能都係咁做嘅啫。心紅得滯翻兜咯，我都同我啲客講係啊，今次我心紅咗翻兜咗。係，如果唔翻兜，根本今次就好勝利得好犀利，即係贏到贏曬嘅。OK， 咁話30蚊買50幾蚊，其實已經差唔多啦。50幾蚊60蚊食曬股。掂曬咧，其實不過最慘係翻兜嗰下，係啦，即係覺得攞翻啲 profit 嚟去，因為覺得個勢好強咧，你覺得哇唔即係調整完會再爆過啦，係啦。不過依個係一個好嘅教，即係教訓啦，教訓完亦都咁講，因為攞作為一個經驗啦，咁下次都唔會再犯呢啲錯誤喎。算啦，其實每一次翻一上 A 股就跌嘅啦，下次都係唔好搏啦。不過你好樂觀嘅，咁呢只輸咗咪下隻再追翻。係啊，咁、okay, 所以今日個市跌成400幾點，我哋咁望翻我哋揸住嗰幾隻股票，差唔多有一大半全部都升緊嘅，我哋又冇擔心啦。OK， 係啦，冇曬事啦已經。呢、這個故事都係同大家講咧，即係好多股票，譬如728啊、981嗰啲咧，或者呢3898一上市 A 股嗰下收冧。次都係冇諗住，次次同一個玩法咁，點解知又係啦？又係呢個玩法，所以就下次如果大家手頭上有啲股票咧，又回 A 嘅話咧，就睇住佢回 A 嗰一日咧，就應該有機會。不過近排好似883咁，我都做錯咗啦。883，我心做咩嚟啊？又譬如話，今日升喎，係啊，近排升翻啊嘛。咁但係即係7.8，七個即係我哋話7.7、7.6，應該都掂都掂唔落噶啦。不過可能就可能比較弱勢啲，可能低位大橫行一段時間係啦。咁我哋都。掉咗好多咧，咁結果掉完之後都升翻，係啦，係真係有，即係有時呢啲咪比較可惜少少。冇計，係咪？因為個個都同我講話唔得啦，石油唔掂咁，個周圍都炒新能源，唔仲炒乜鬼石油啊？係咪？而家個個都搞輕汽車啦 ，OK？ 輕汽車嚟緊要輕汽加輕汽站咧，啲石油加油站唔要噶啦，咁冇人用石油噶啦。OK？ 哇，個個日日喺度洗腦式同我講喎 ，OK？ 即刻上翻70蚊啊！喺度期油，係咪？個個都同我講係喎，又真係好似係喎。嗱，所以成日都話。OK， 有時太多人跟我講嘢咧，啲 noise 太多咧，影響咗我嘅判斷咧。係啊，所以唔好睇人哋講咁咩嘢，即係大家同埋好少會公開自己嘅倉出嚟。即係大家唔好睇，即係唔好睇啲直播啦。好少公開自己嘅倉出嚟啊！咧我以前會同啲人會講話自己買咩股票有咩位嘅。不過真係喎，輕氣集即係唔知道大家冇睇心啊！即係輕氣車咪嚟緊係大勢所趨嘅。咁但係輕氣都係好似石油咁要加油咁啊，即係入輕氣咁啊嘅。咁啲輕氣站就好似啲石油站咁樣，要周圍都要有分，即係要有個據點喺度咧，俾你加輕氣咁。所以其實輕氣嗰個潛力都幾勁嘅。係啦，即係幫手氣嗰啲輕氣站嗰啲嘅潛力都幾大嘅。咁安全性會好好咩？不過輕氣會好容易爆炸。係咯，好易爆咯，空氣。不過咁啦，不過我唔否認咧，佢嘅潛力應該都幾大嘅，輕氣站嗰個潛力、發展潛力。OK， 所以我哋都睇緊只3899咯，係啊。
我唔睇3998，睇3999啦。系啦，不过呢只就唔会买住，因为咁，因为星期五去 Seekers 有个转仓行动，就系、是、有大股东转咗批货，转咗去 Morgan Stanley。我觉得有机会就配股减持，配股集资嘅公司，系、啦，可能先救后生嘅方式配股。我觉得配咗股先买呢啲，系、啦。即系如果觉得喂氢气真系大势，未来啲十年应该大势所趋嘅话，应该3899应该食正呢条水嘅。OK。咁所以其實你話883啲人話喂油石油嚟緊嘅需求一路咁減少嘅，就算油價70蚊、80蚊，但可能佢嘅產量減少咗，其實嘅業績點都會嚟緊會逐步轉差嘅，係啦。咁呢個係咪真係嘅咧？其實唔多唔少都會真係可能幾，我諗短期內呢兩三年應該唔會嘅，但可能5年後或者10年後咁應該都係。大勢所趨，業績應該會慢慢咁下降緊。佢都開始轉型啦，883可能都。咁如果係真係慢慢轉型做風電嘅，咁其實就唔錯嘅。將佢嗰啲油田轉型做最大嘅海上風電場嘅話，其實就真係潛力幾大嘅。咁但係由海上嗰個風電場將啲電輸翻落去個陸上嗰度嗰個運輸成本。又是一些問號嚟咯，不過隨著科技的進步，應該可以解決得到依一件事。所以883其實相比其他幾隻石油股，其實佢有佢嘅賣點喺度咯。希望佢轉一轉型先試下。不過依個就想反映翻俾大家聽嘅，就係有時太多人太多聲音嘅話，有時都會。影響了判斷，是啊，所以咪話以前會公開自己倉咯，依家唔會啦，因為聽得太多人講啲無謂新聞啦，影響曬自己判斷，唔係咁好啊。係啊，所以我都係唔好話俾你聽我買咩啦。今日唔得喎，今日唔好。呢只就868啦，觀眾朋友有問嘅，佢就冇講有冇貨啦，佢就想睇下呢只咧高位，唔係，sorry， 咩位可以買呢只股份咧？最近公司都回購股份嘅，咁啊出嘅力都出得幾好，出力都。又出錢又出力咁回購股份應該都唔會太差嘅，係啦，我會睇住28蚊呢個位嘅，係28蚊睇有冇機會試呢個位，因為今日新能太陽能相關股份嘅走勢都相對地比較差少少，係啦，咁啊博等咪當調整一下咯，咁調整嘅時候如果呢只股份都跌唔穿28蚊，咁我覺得28蚊邊可以買入咯。咁如果跌唔到，其實有時我咁講咧，即係股票嘅嘢好講緣分嘅，佢專登唔落嚟俾你買，佢咪唔好買。係咪啊？寧願等之後升穿先追咯。又或者你覺得喂，其實而家好抵買嘅，你咪而家買咯。但如果你話唔係，我覺得跌落到28嘅，咁咪隨緣。有緣分嘅話，俾你買得到。係，而家調整咗都成個幾禮拜，咪可能分住。咁但係個走勢，我覺得就行緊個 range 咯，可能28至31咁上落咯，係咯。你不要期望有一個很大的爆炸性的升幅咯，係啦。你覺得而家今日落第一注都 OK 啦，應該。我就唔敢，我唔落啦 ，OK。呢只即係其實有時一睇個圖表係升嘅，一望就望到 ，OK。好似望落好似唔似升住。哦。我覺得似好似試多次28蚊先喐嘅，咁啊我等28蚊先。等28蚊。個市好似想彈都彈唔起喎，到11.9都冇喐過。係，你未入市啊？限制咗你嘛。唔係啊。系咯，冇弹咯，即系头先好似话有啲系咯，真系变咗绿灯嘅，但系变完绿灯再变多次红灯，系好差。哇，好似今日走势唔似有反弹添啊，大镬啦，真系。咁啊，睇下可以做淡下啲，做啲淡仓咯。今日可以，我谂。反而望下我哋头先开麦之前讲啲272，咁而家都仲咬住高位1.44都冇落过272開咗咪啦，有人講喎，有人問喎，係啦，咁仲係個成交已經差唔多接近星期五嘅全日啦，已經差唔多係啦，似樣，我覺得係有啲嘢嘅。如果唔係，唔會咁升法。但如果冇貨嘅話，你今日追啊，都唔諗咁多啦，照追，最多你穿可能睇下大家承受能力幾多啦。其實可能穿138或者穿135止蝕咯，即係如果你即係要追，一定係追。你而家望落好早高咧，你開5年圖、10年圖，其實已經解決曬所有你嘅疑惑嘅啦。即刻好似低位鬧貨，係咯，有陣好似等感覺上話好低位買貨咁樣，驚咩？啊，開10年圖仲低咧，係咪先？低位穿過，今日升翻穿成個橫行區。其實而家係最好私有化嘅時機，因為而家講到內房好唔掂咧，其實反而就大家對內房冇乜信心咧，大股東先係最好出手嘅時機嚟嘅，係、可能真係大股東出手咧。O K， 係啊，係就正啦。因為阿 Kit 又問今日算唔算大成交，算啦，幾錢入就今日都可以入噶啦，基本上就好啦。咁跟住 Hello 二零你好啊 ，Kit 你好啦，多謝 like 咗啦。Tong Q and Ho 你好啊 ，like 咗，多谢你啊。跟住下位朋友咧 ，Eugene Chan 咧，佢就问只6969斯摩尔国际咧，佢就有七，
有少少大鑊啊！呢啲嘢都有少少大鑊，好似十少少啫，唔算話好大鑊嘅，係啦。咁香港政府話要禁電子煙啊嘛，係啦。咁你可能會覺得喂，香港政府啫，有啲咩威脅啊咁樣？但係如果你望翻間公司嘅業績咧，你會知道，如果香港先係公司最大嘅收入來源嚟嘅，係啦，因為好多時就用靠香港去轉口啊，係咪？呢度係咪30%香港？香港係最大嘅。最大的收入來源嚟 ，OK， 所以如果香港禁的話咧，咁隨時香港嘅份額個36%嘅收入咧，突然間冇咗嘅話咧，對佢嚟講嘅影響都應該都唔細嘅 ，OK， 所以唔好睇少 ，OK， 所以即係雖然話可能香港嘅用家未必太多，但係佢係轉口為主咧，咁所以變相就係、是香港唔俾買賣嘅話咧，咁可能。對於 trading 公司嚟講，都可能有啲禁令嘅話咧，係啦，咁可能一方面都會對6969有好大嘅影響嘅話咧、嗯，我就覺得唔好博呢只股票咯。嗯，內地都有禁啊，內地啲跌落嚟，跟、嗯、香港人又再禁多次。係咯，咁所以好難搞啊！電子煙個政策嘅問題 ，OK， 咁、嗯、無謂向高難度挑戰啦。係，係咯。因為睇翻個業務分布咧，香港係佔36%，中國佔27%。其實呢度係佔咗基本上大部分，都係講緊中國同香港啲呢兩個地方都係諗住入。冇錯，係啊。咁對呢只業務嚟講，就應該幾大鑊。佢之前諗過話咩將佢業務轉做咩醫療用途啊嘛，諗住轉做。但係呢個都要係起碼幾年之後嘅時間咯。所以我諗呢幾年都冇乜運行。係，即係以前就係可能幾年前咧，我做嗰份工有個高手嘅教。即係炒股票唔好諗咁多啦，越複雜嘅嘢咧 ，OK， 其實最後係咪真係贏好多錢咧？又唔係嘅 ，OK，、嗯、所以有時買股票唔好向難度挑戰啊！咁明知而家政策上係傾斜去傾斜得好犀利嘅，尤其依間公司係俾人打壓嘅 ，OK。係啦，我哋唔好搞佢啦。依啲係易跌難升嘅股份咧，即係俾你捉得到都係有反彈啫，都唔會有好大好明顯嘅升幅嘅話咧。呢啲股票就盡量就。甚至乎做埋淡倉都仲得啦，係沽空佢今日咁大成交沽落嚟，跌十幾隻，係啦。其實嘅走勢已經轉差咗好耐啦，嘅呢啲就唔應該買嘅啦。OK， 係有少少向高難度挑戰，唔好搞啦。OK， 你寧願買一啲真係受國策扶持緊、轉緊強勢嘅股份，每次調整你買嗰啲股份，可能直播率即係仲快追翻曬你嘅損失咯。我哋成日咁講。我成日覺得呢排有啲好多人喺度講咩買恒大咧，其實仲衰過買呢只喎，根本、嗯、用緊成，不過差唔多啦，不相伯仲咯。睇你想一次過輸錢定係慢慢咁輸都一樣嘅，係、okay. 即係好似恒大咁，我哋嗰次都輸咗好多啦，係咪先？係咪？咁而家試下係666，即係9.幾買咁7蚊打曬佢，咁其實嗰下打都幾痛啦。咁痛完咁原來都冇，我哋都好快都恢復追翻曬啦。咁而家試下望翻，我哋覺得哇打得啱，嗯係好果斷咁反應快係咪 ？OK， 咁但係有時候我哋都話咁十隻入邊，我哋起碼可能唔係神咁樣啦，起碼都可能有時候兩三隻都睇錯咗嘅。咁我哋睇錯咪指示咯，指示完下一隻追翻曬咯，希望追得翻 OK。咁當然好好彩，我哋次次都追到嘅。O K， 係啊，跟住我哋就答阿 Johnson 問題啦。今日未答 Johnson 問題喎，一定要答，一定要答㗎。唔係講下笑嘅，因為 Johnson 咧佢就問101恒隆地產最近大跌啦，係唔係鬧底嘅好時機？咁佢做嗰啲功課嘅，佢講啲咩咧？佢就話佢啲高端嘅商場物業應該會隨住內地嘅發展或者內需發展啊，或者香港個經濟復甦咧而做好嘅。咁佢就話咧，香港亦都可以繼續融資，唔受內地監管啦。佢就幾睇好只恒隆地產嘅。咁佢就覺得呢只 O 唔 OK 咧？定還是3380比較好啲啊？哇！完全兩隻唔同嘅股票喎。其實3380真係起樓嘅喎。即係內地起樓，內地起樓嗰啲唔好搞啦 ，OK， 係啦。咁香港嗰啲，我覺得就基本面都唔錯嘅，係啦。打係咪叫捉緊底部咧？而家係啦，咁就都似樣嘅。而家喺一年圖係咪啊？咁如果你喺拉遠少少望咧。啲比較超話700同埋3690可以做 put， 我都覺得係，唔係3690我唔知道，700我飲今日睇咯，今日晏晝睇位，個市要跌應該就靠佢哋繼續落㗎啦，應該係啦，試試咯，一齊咯，一做 put 咯，比較超話我哋一齊做 put 咯。哇！但係喺恆隆又好似18電圖又唔係話算好低位，你最多話一兩年嘅低位。嗯係啦，嗱就係地產股就好少留意嘅 ，OK， 因為我不嬲都唔買啲咁穩陣嘅股票 ，OK， 即係我寧願喺啱市咧就買一啲真係去到個市好低位嘅時候咧，係啦，買一啲真係捉得快嘅股份咧，咁呢啲防守性好強嘅股份咧，
除非你話好 NAV 節約咗好多嘅，派到接近十厘息嘅，咁我就會考慮先至去諗。O K， 係啦，咁博佢舊叫私有化咯。咁如果唔係嘅話咧，依一隻冇做過功課，我真係唔可以咁非專業嘅態度咁答你。我試下做下功課，下個禮拜答你。因為 Johnson 佢係一個咩類型嘅投資者咧？佢係一個鬧底投資者，就比較少高追啊，或者係轉炒嘅。係咁啊，好啊，我中意依啲投資者啊，係嘅，啱我作風。但係佢就覺得內房股就而家可以去即係捡便宜貨啊？你覺得應唔應該依家買咧？第二隻不是內房的嘛，是但如果內房的話，如果真的跌得很多的，咁基本面又真的不錯的話咧，咁嗰啲 O K 咯 ，O K。咁但係你話喂負債很高的，借緊息率可能十幾厘息嗰啲咧 ，NAV 唔係折讓我得好多嗰啲，我哋就不揀佢啦。係啦，即係好似六八八呢啲 O K 嘅，但係呢啲唔算話跌得好金啊嘛 ，O K。即係好似你話喂花樣年呢啲咧，咁肯定鬧底就不揀咯，搞1777，呢啲肯定唔1777係，係啦。咁呢啲我唔會搞佢啦。雖然可能跌得好差、好慘烈嘅 ，OK。但係佢始終而家嘅債務危機去到有同恒大差唔多，係啦。佢搞唔掂，其實都有一個周轉不靈嘅情況咧 ，OK。咁但係咁就係正正因為呢個原因，咁個股價先跌咁多啫。但係你話呢個股價咪好抵買咧？咁同 NAV 比較又唔係折讓好多嘅喎。咁呢啲咧？就不是我們的目標來的、okay? 即是你說真正的目標可能會不會是3883是不是類似這些呢、中國澳元這些、啊、會不會是選這些哇 P 一倍是啊即是類似這些或者可能813世貿集團的這個老闆都沒什麼大問題的是啦、啊、那我股價都跌了一大半的 OK,NAV 又大致讓的這些就可以考慮813都是財務比較穩健的東西相對地咯那我還有借錢成本也都不算太高那這些未真係跌得多 ，NAV 又大致讓嘅，咁而個財政上亦都比較健康啲嘅，咁鬧底係鬧呢啲 OK 嘅。但你話哇，其實好似恒大啊，甚至富力咧，嗱富力跌得最金嘅2777，係啦 ，OK， 係啦。但富力佢都個問題都好大 ，OK， 係啦，呢啲都未鬧得住 ，OK， 除非跌到一蚊咧，你就債務問題。係啦，咁除非真係跌到一蚊，即係好似恒大跌到得翻5毫子，係咪考慮下咯？考慮下，仲要考慮。喂，咁你真係爆煲就冇曬啊嘛，係咪先？所以啲人話成日即係你要買恒大嘅，不如我建議買翻，不如買期權啊，買衍生工具啦。你橫掂都係博輸曬啦。不過如果你話真係買內房嘅，咁不如睇物管股會更加好啦。即係如果物管真係真係跌到好低殘，可能4-5倍 P/E 嘅話，咁始終佢哋現金流好強噶嘛。咁就算話將來冇曬盈利嘅增長嘅，係嘛？但係靠現有嗰啲業務都維持到派高息嘅話，咁其實都唔錯嗰啲。有邊只物管股個比較平啲嘅股值？比較便宜的2168咯，佳兆業物業啦，嚇呢只就應該好似得翻6-7倍 P/E 左右咯，係啦，不過阿媽都水深火熱嘅。OK， 係啦，係啦，答多啲問題我哋要係啊，監製話要答多啲問題。好，喂，嗱，恆隆啊，我應承你一下個禮拜好冇？好啊，反正呢啲股票又唔會突然間傾日就會急升，不如俾我做下功課再答你，會唔會更加好咧？係咪？系，我都想試下，即係俾啲 number 我做下功課咧，係啦，咁反而即係幾好，我覺得。好啊，即係俾我做下功課，咁再答大家會好好多。跟住又答下 Aaron 咯 ，Aaron 去問只242嘅，咁佢都有做功課喎。佢就話呢只242信德咧，佢喺 P book 就得0.2，佢話再加上環球澳門復甦，咁啊價值增長空間好似好大啦。咁啊，但系唔知佢收租收入佔比大唔大，目標價睇幾多嘅？咁或者有冇啲譬如話環琴啊，或者前海概念股嘅推介？1052算唔算好彩？1052係啊，都唔錯嘅啫嘛。242咧，係如果冇記錯，環琴嘅項目好似得一個嘅。O K， 唔算話好多啊，係啦，咁啊，佢 P book 的確係折讓得好犀利 ，O K， 咁但係 P book 折讓好多嗰啲股票咧，其實市場上周街都有噶啦 ，O K， 誒關鍵在於邊間公司會做嘢，咁而令到個 P B 係收窄啫，咁啊，順德好似股權比較分散。OK， 係啦，大股東要提出私有化，可能要用嘅錢都比較多，同埋大家都知道手頭上都好多值錢嘅物業喺手咧，都唔係咁容易話俾你咁平可以買得到成間公司，所以變相就私有化要用嘅錢咧要特別多，即係可能NAV 10蚊嘅 ，OK， 大家知道喂，原來大部分都物業嚟嘅喎，起碼都
出價可能出到五至六蚊，咁我先俾你通過啦，係咪先？咁對於大股東嚟講，我揸嘅股權又唔算太多嘅話，咁我用嘅錢咪好鬼多咯。OK， 咁變相佢嘅私有化嘅誘因咧就唔大嘅情況下咧，咁市場就會計啦。咁呢啲公司揸住咁多物業，又唔會私有化，又唔會賣資產嘅話，就好似冇乜投資價，即係因為咁講，盈利嘅能力唔算話太高。大家可以諗下啲物業咧，即係如果純粹收租，一年得個兩三厘回報嘅，咁你諗下計翻 P/E 嘅話，其實接近30倍 P/E 嘅，咁你諗下值唔值呢個價咧？係、okay? 所以其實就好多物即係好似物業，即係類似呢啲 P/B 咁低嘅股份咧，點解估值咁平咧？就是、大家計翻嘅就係、是、動物業咧係冇錯，有好穩定嘅收租，但係咧股票市場係計盈利嘅能力噶嘛，咁盈利能力咁低嘅，咁估值咪相對嚟咪會低好多。即係利用唔識利用自己的資產啊。係咯，咁所以就係呢啲股票就如果你買嚟咧，真係可能要煲四五年咧，先等一次一個比較大嘅收成咯。嗯、OK， 係啦，咁但係呢個價錢買兩蚊邊買嘅，好抵買，我贊成係好抵買，但係唔知幾時有得收成咯。呢啲我哋俗稱叫被動式投資 OK，、嗯、即係呢啲被動式股票就係咧個股價升跌唔係話你跟到嘅，即係唔係個市升佢就會跟升嘅，要好睇個大股東想唔想做嘢咯。唔做嘢咧，呢啲長期兩蚊至兩個半上落嘅股票咧。即係悶到你抽筋，event driven 嘅嘢。OK， 係啊，咁但係咁好似272呢啲話突然間大成交爆嘅，咁呢啲就一定要追咯。就係24一樣嘅就係、是，如果第一日你突然間見到大成交嘅，你都係要諗要追嘅，即係好似上個禮拜大成交嘅咁啊追。不過陰足衰就係啦，不過第二日就陰足就唔使諗咁多，呢啲即刻沽翻曬出去嘅啦。咁、所以好多時候就要睇第一日大成交啦，咁即刻追啦。如果第二日大成交，亦都係一支洋竹咧，就繼續揸住啦。咁如果第二日，如果今日272一支大陰竹嘅，唔使諗啦。我星期五買嗰啲，一定今日就沽翻曬啦，係咪先？咁玩法就係咁樣玩啦，即係呢類股票。佢直頭成交嗰日都要係陰竹嚟啦，都唔追你。唔靚咯，係啦，呢啲唔靚咯，反而係啦。咁所以我哋呢啲股票，我哋放喺 watch list 咯。我哋平時唔、okay、會買嘅 ，OK， 即係 watch list 一喐追，係幾貴都追。Okay， 因為你睇足咁多年，咁一喐咁大買噶啦 ，OK。272啊，係一樣，都仲係高位啦。而家係啊，但用翻嗰啲洋竹中間呢個位置做翻指示比較會好啲、哦、大家可以諗一諗啊。係啦，答多個問題啦。好啊，答多最後一條問題就揾只1308啦，高高斯文嘅海豐國際啦。咁佢咧話幾錢可以買？咁佢冇貨嘅應該。航運都仲係供求失平衡咧。你睇麥當勞都知冇搶雞翼，你又知咩事啦？知咩料？即刻好大鑊喎呢個。係啊。冇得食麥當勞嘅搶，其實麥當勞最值得食嘅嘢就係搶雞翼咯。O K， 咁啊唔會 ，O K， 咁佢有乜有脆辣雞腿包噶嘛？係啦，航運應該咁講啦，波羅的海指數都仲咬住今年嘅高位附近啦。咁其實今年航運嘅價，即係運費都仲係偏高水平嘅情況下咧，咁佢下半年應該個業績都仲係好靚仔嘅。再加埋佢求上個月底入咗 M S C I 香港指數啦，咁好多時入得指數嗰啲咧，都應該都反映緊，其實 MSCI 都比較睇好佢嘅業務嘅前景㗎啦。咁所以呢只股票，今日係跌一跌嘅，可能因為市況關係啦。咁但係跌完可能調整完成嘅話咧，又有機會再破頂而上㗎啦。OK， 係啦，咁邊個位買咧？望住我估喺依一支棍嘅頂部啦，係依係啦。大概幾多錢咧？應該33.5左右啦，係啦，依啲位就會係一個唔錯嘅買入位啦，係啦，因為調整嘅時候咧，高位調整多數都唔會調整太多啦，係啦，調整可能三分一或者四分嘅，係咯，大概三分一之後咧，就可能再破頂而上，所以望住33.5依啲位啦 ，OK， 係啦，咁買完就定翻指示位咧，穿32指示啦，係啦，咁如果唔穿依啲位就可以繼續破，一路咁衝上去啦 ，OK， 係啦，隨時可能見40蚊都唔定 ，OK， 因為其實而家 PE 都講緊10倍左右啫嘛，都唔算话太贵啊。你今直播几高啊？系啊，即系回翻到大概33.5左右，咁睇40蚊嘅。系啊，咁但系限量空间去到32蚊就做指示，咁 OK 啊。估值都唔算太贵真。系咯、啊，不过1919仲平过佢好多。1919今日又再升喎。系啊，3倍 PE 啫嘛，仲抵买。系啊，不过佢就唔肯派息，但系嗰只就有派息，所以咧香港股票市场好得意嘅，肯派息嘅股票咧估值系高好多，多啲人追。系啦、啊，唔肯派息嘅股票咧就好似估值就会特别低啲咯。嗯 ，OK， 所以呢个就系香港股票市场嘅特性啦。大家中意收息，中意收息系啊，中意啲现金攞住袋咯。系啦、啊，系、啊，因为你，我冇嘢啦，冇嘢啦。咁好啦，今日嘅。
哦，好簡單，我嘅做法就全部指示曬，全部指。OK， 係啦，因為三百九百，因為個走勢啦 ，OK， 係啦，應該咁講啦，個消息出咗嚟啦，咁唔炒嘅話咧，係啦，咁就我哋頭先要去要，係啦，當輸咗咧，我哋就 cut loss 噶啦 ，OK， 咁我都同大家講話，你都幫啲客都 cut 曬啦 ，OK， 係啦，咁嗰下真係賭輸咗，咪 cut 咗佢咯 ，OK， 我哋會下一隻會追翻 ，OK， 我哋有信心會追得翻呢個數字。頭先我哋都講咗好多隻啦，睇下你會用邊一隻嚟追翻。即係如果你話我短期內比較睇好就係同 A 股相關嘅股票會比較睇好好多咯 ，OK， 係啦，咁甚至乎啦，好似三九二咁咯，我哋都比較睇好，可能短線。應該就38-40元，應該係我哋嘅中線嘅目標價啦。即係有啲似267嘅，我覺得呢只股份，係啦，半得嚟係會繼續衝頂嗰只股份。OK， 所以我相信咧，業績後嘅成交唔會呃我嘅。OK， 我信佢係錢唔會呃你嘅。我信佢係下半年嘅267。OK， 應該咁樣 Q4 嘅267。咁都幾好啊！藥室而家都二六七，今日財有啲位嘅。今日財息兼收，不過都沽曬㗎啦，基本上10元都沽㗎啦。即係我哋到曬目標價啦。都係嗰句咧，啲錢留翻俾其他人賺。係啊係啊，賺唔曬咯，到咗目標價咪。沽曬係咯，休息下咯，下一隻咯 ，OK。我哋要貨源輪轉噶嘛，我哋嘅職位。如果唔係，公司會追我哋數。好啦，咁今日時間就去到呢度啦。頭先啲講啲股票，除咗個一股啊，二三一四咯，我自己有揸住2314，其他就我自己冇持有住。OK。好啦，咁今日時間就去到呢度啦。希望大家可以俾多啲 like 同 share 啦 ，subscribe 埋 YouTube channel 啦，記住 subscribe。導演話要 subscribe 啊。好啦，咁啊去到呢度啦，多謝大家嘅支持，我哋下個禮拜一再見，拜拜。拜拜。